在今天，又有一部青春校园剧独家记忆宣布定档了，将于1月14日在爱奇艺甜蜜开播。这部剧是改编自木福生的同名小说，由张超、李婷婷领衔主演，陈柏豪、孙嘉玲、张张、李欢联袂主演，讲述了东湖大学物理系的穆成河因误会英语系的薛童考试作弊，而让两人结下了不解之缘。在相处的过程中，随着对彼此了解的加深，两人也从一开始的互有成见到彼此暗生情愫，从而展开了一段双向暗恋的甜蜜爱情故事。